阮这边的山是上窄，全国上窄。咱家的山是种在山坡底哦。戴上牛仔帽，拿起大声公，狮子乡长卖力的推销乡内的红宝石艾文芒果。由于艾文芒果皮薄肉多，果肉鲜质细嫩，香气浓郁，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。公所推出假日芒果得来速，为在地芒果农推销。你要买哪一种芒果？有250、350、450，也有600、700、800。450给我两箱。好，我觉得还蛮方便的啊，因为一进来就可以直接带走。因为我本身也是蛮喜欢吃芒果的，然后这一边的芒果还算是有名啊，我是朋友介绍的，这样，所以我就特往要去台东的时候特地来这边买一下。有史以来是第一次看到有得来速可以买芒果的，不用。就是特地还要再订购，就直接经过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买。狮子乡每年都会举办的芒果节活动，今年因配合防疫而取消，发挥创意改采芒果得来速方式，由单一摊位直接提供民众购买，减少群众接触机会，也让芒果行销不中断。从选购拿这个芒果一直到付钱，这个一切课程你都不用下车，也不用吹风，而且最主要是符合中央防疫的政策，不用群聚，也不用下车，而且速度很快。乡长周英杰表示，狮子乡种植了600多公顷的艾文芒果，年产量超过2300万公斤，希望透过芒果得来速提供消费者快速且高品质的芒果服务，用创新行销在地产物，降低疫情对在地小农的影响，也让民众能第一手享受到新鲜的狮子乡艾文芒果。原视新闻歌手平庸狮子采访报道。